大家好，今天 Live from Game House 呢，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《变形金刚4》里面的恐龙金刚嘲笑。那这款变形金刚呢，其实它的做工非常的仔细。如果你是要买给小朋友玩的话呢，也不用担心，因为它这种尖尖的地方啊，其实都是用软胶制作的。好，然后另外呢，像恐龙的尾巴这边也都是用软胶做的，所以买给小朋友玩的话，也不用担心说它会刺伤小朋友啊，或是不小心会有一些对小朋友造成伤害什么的。那另外呢，给大人玩的话，这款是相当的适合，因为这一款变形金刚的变形方式呢，相当的仔细，大人一定有很喜欢。而且大家可以看到，它这边国派的 logo 做了非常的明显，就在胸口的正前方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来看看说这个嘲笑它要怎么样来变形。